小二，结账。来了，长官。你是刚才那个人吗？好眼力。这些都算我的。谢长官。什么人？司令部搜索队。搜索队？公务需要，时常交流。你们从哪儿来啊？干什么的？听说此地来了武工队，我们奉命保护师长家眷。保护师长家眷？别编了。没路的。长官，这位是加索队的副队长冯参谋，这位长官是师长交代过让我们回避有灵部队，你们上级没反。我们来是帮助你们扫清障碍，从现在起你们必须服从我们的安排。坐着吧，小心走火。你们杨队长马上就过了。听说咱们队伍来人了，我位是司令部的。你是？哦，在下是本镇镇长。镇长？你给司令部写过信？啊，是啊。这个没关系，说。哦，在下是把市长的家属来的事写了个函，汇报了一下。长官，是他。你的信我们收到了，你有功劳啊！啊，哪里，这是卑职的职责嘛，镇上来兵马，我得及时汇报嘛。哎，长官，这情况。衙门呢？老板，这多少钱啊？长官，您要的话便宜，一块钱。给你。来。二郎。哎。好看不？好看，别扫了。他不喜欢这个，你拿着。我带这个。你能带他？那给谁呀？笨蛋。给他呀。洗衣服那个。你喜欢人家不？喜欢，可是我俩还能说过话呢。这难啊。你就问他，你叫啥？他说我叫花，这不就说上了？那我咋说呀？你真是个二愣，你就说我叫二愣，打骨头里相中你了，不就行了吗？哎，队长，你当初就这么跟怎么说呀？没当初，没说过，我能跟他说这些？他跟我说还差不多。走了，哎，队长，你看，不对呀，这是哪路的？看着那么怪啊，行军囊不太一样。队长，是不是添新装备了？不对，钢盔和步枪都是怪子的。二郎，拉着我的衣服，我过去探探，你赶快回去报信。
你是杨队长？我是队长的副官。队长让我先来问问是啥情况。你们是哪部分的？司令部。哦，弄鬼子不想来。这是你问的？那我这就去叫队长来。快去。给他们喝茶。你赶紧滚呐！有情况，都别动！有情况，啥情况？啥情况啊？不是咱们自己的队伍来了吗？大家兵有点怪不对劲，队长正在查呢。咋怪了？咋怪？快说！他们穿的是咱们的衣服，而他的背包还有钢盔不是。哎，还有他们用的枪是鬼子的。啊！鬼子！教导队原地警戒！你们这臭家伙！臭家伙！鬼子来了！老子杀人放火！快快快！行了，你别说了，是不是鬼子？不是说国军吗？鬼子假扮的国军，那可打，可打不可呀？打不能。鬼子来了、不能吧？哎，老太太，要真是这样，你可不能叫队长胡来啊，那惹出麻烦，那可咋办呢？走。鬼子来了。真是。啊！打！长官，您是？哎，长官，我来接西哥。啊！说话！不是啊！是啊！那个队长是哪人？哎，看那儿，一点钟方向。林木，看到了吗？在哪？大哥，如果人行道上，外面肯定是坚硬的，就是不知道城里边什么情况。一会儿我们弄他一下，一开火呢，他得分开，这样显得灵活。好，其他人给我追！开！你跟鬼子交上了啊？是我不对啊！别正好，老子正想会会他。二愣，给我侦查，其他人回去守着。快点，你们几个来！快点，这几个来！二人は、おそらく向こう隊の前哨かと思われます。いや、見事。
武功队的产生？这八成是。可是这武功队他没到马坡他就返回来了？你把两个人与毒钩的袭击者什么关系？这不好说，他有可能不是一伙人。存在就有啊。赵監督，交差状況から見てみると大変訓練された優れた志那兵です。さあ地蔵をよこせ。武功队返回来的是哪里啊？从马坡返回来这条路是最近的，然后这边有片杂树林，周围没有村庄。武功队は我々にとって脅威だ。絶対に全滅しなきゃならない。すぐに整列しろ。雑木橋でまずまず態勢を取れ。哎，哎，长官，这宋和镇怎么办呢？那里的情况更复杂，暂时放弃，立即行动。哎，队长，队长，教官，自分が戻ってあの二人を始末してくれ。教官。今あの二人を始末しなければとても面倒なことになる。射撃者を二人連れてくる。三時間後にここでまた落ちよう。長官、敵は危険ですよ。何言ってんだ。我が軍の一班で品軍一個品を打ち負かすことだってできるんだ。メスは？メスは？你没做梦？我帮你回忆一下啊，刚才你我在山坡上，你一把土迷了我的眼睛，要不是八路啊一枪扛过来，我差点被你捏死。想起来了没？你俩抓我干啥？不是我们抓你们，是你帮鬼子抓我们，反而自投罗网。你还没跑啊？跑往哪跑啊？鬼子来了和你这种人串通在一起，我俩能闲着吗？放你娘的屁！你骂吧。你知道为啥没打死你吗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哎，你猜这啥名啊？好吃。他口袋里搜过没有？有没有什么别的干粮？搜了。只有一把菜刀，哎，我就纳了闷儿了，他协助鬼子用菜刀干啥呀？哎，问你呢，别愣着，说话。武功队去了宋河镇，把我们的枪都缴了。不信你去看。武功队，啥时候的事啊？你俩跑了以后。那他们人呢？你问我啊？好啊，说镇子，抓你两件事。第一件，问清楚假属地的情况，你要老实讲。你要不老实讲，就会影响到第二件。你就直接问第二件事是啥。我们俩
作为国共两军的军代表，对你罪行的审判现在开始。干你个小家伙，队长出事了，快跟我去找。快点，队长怎么了？队长在城外追鬼子，枪一响人没了。快点快点，是死了吗？呸，快点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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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装大个吧，装吧，这下行了。你少在那儿阴阳怪气的。哎，我说的不对吗？咋了咋了，鬼子来了。老太太，鬼子都走了，这杨木庄能非得去追，你不自不量力吧？这下好了，鬼子把镇长杀了，想一走了之，大杨子不得抓鬼子。嘿，你站在这儿说什么风凉话呀？一起去抓鬼子。不是，老太太，这队长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我抓谁去？我队长没了，你还不赶紧去找？哎，好，我去我去我去。哎呀，这丫头见得好，收拾不行啊。行，那审吧。好，那我问你啊，师长家属在哪？废他娘的话，注意你的言行啊！你们为啥迟迟不走啊？鬼子来了，不打鬼子走得整啊！这个凳子，你认得不认得？我能不认得吗？要不是我把他放在烧鸡里边给你俩吃了。你俩能跑出来？你俩是吃也吃了，跑也跑了，现在翻脸不认人，属白眼狼的。哎，别往自己身上贴金，就可以冒充吃蛔虫啊？那你说，这铁锉、手机，还有你俩身上的衣服，都谁给你们的？哎，这个是谁的？嗯，我再问你，这个凳子你从哪个地方来的？出发前从警卫队拿的。听着，老子知道你俩不相信这事是我干的，但我不怨你俩。为啥？因为你俩认为我是马瑞的狼狗，是捉拿铁拳、杀害铁拳的汉奸。那这倒霉事摊在谁头上，谁都得一刀撞死。早晚有一天，你俩会知道我杨木是干啥的。有一天，哪一天啊？到了博阳见到马瑞那天。什么意思？老子发了毒誓，杀了马瑞。哎，等等，你说啥？杀马瑞？你个耳背啊！还让我再说一遍。你要杀马瑞？不能杀。哎。这家伙是不是被他绑傻了？哎，你确定你是清醒的？你杀马瑞，你是谁呀、啊、你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师长就在前面那里就消失了，快点，快点！快点！张院长，张院长，我跟你讲哈、啊，讲不讲在你。信不信在我们。我原本以为啊，你俩是军代表，对103师的情况比武工队清楚，我要讲出来你们应该能相信。闹了半天是俩废物，说吧，是长是管。你的身份，铁拳。你敢侮辱铁拳？老子他妈你还有啥要问的呀？就此来。明朝人，我有话跟你讲。你还老是在搜身。你觉得嘞？你疯了，把他放了。
你听我说哈，你家就算他胡说冒充，那跟以清塔也没什么区别。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干掉他，意义不大，最多也就让这个假说队的行程啊推迟一到两天。但你想过没有，如果他真的是铁群，我们干掉他，后果会是什么样？能咋的？那将是你我的耻辱。那你就真的相信是他给的铁锁？非常有可能。你还记得我们两个人在渡口的小酒林讨论过这个事情？这两个港簇又怎么解释嘞？那也不可能是他。非常有可能。那在渡口的时候你咋不说啊？当时是不敢想，所以一开始就把他排除在这个怀疑人名单之外了。那就这么白白的把他放了？当然不可能。你没看这小子身手灵得很吗？是啊，我们让他带您等死回去。你说的是让他把枪拿走？对，当然不能拱手相送。这小子，你要把枪交到他手里边，回身给我们一锁子，完全有可能。你在这待着，顾村。来吧，来个痛快的。营长，如果你真是铁军，请立即扣押假说队，配合我们还有武工队等待前线的指令。马爹是为了粉碎马瑞的阴谋，如果你不是铁军，对此马里是个中国人，守默默良心该怎么做你应该比我还清楚。这家伙够贪的了，差不多闭上会了。等着吧。你真的相信他？丹云，队长，队长，队长。队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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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把手，是抓活的。队长，我来了。哎，你就抬着手脚，别他娘的压我。过分的！哎，长官问你话呢，我说你懂不懂规矩？实在特别鬼子！把兔子走！快走！二老，找两个人到那边把枪拿上。
哪儿来的枪？话长，回去说。是。这家伙的确出乎我预料啊。咱们的任务完成了。你还有什么主意？尽快归地。你嘞？想法一致。真有点舍不得他们。没声了，都死了。这时候，鬼子肯定是挨个补刀呢。过不了一会儿，他们就进城了呀。你们几个，有个胆儿大的，去城外看看去。没听见管家发话了吗？谁去啊？你过来，你去。没听管家发话吗？赶紧去。俺不敢，俺家还有老娘让俺养活。平时大米白面吃的，白养你了。赶紧去。俺害怕鬼子。拿着，去看看。要是被鬼子抓住了，就说你是师长的家属，保不齐还能保你条命。你要是不去，我现在就弄死你！快去，快点！啊，不去！废物，废物你！一会儿，我跟他们交涉。不，我就在这儿等队长回来。太太，队长一去无返，必死无疑呀！刚才出去的那几个兵十有八九全死，不死也被逮着了。哎呀，太太，咱们得另做打算了。你说啥？咱们得跟日本人谈谈。我想他们不会为难师长家属，一定会答应咱们去洛阳的。一派胡言！季家几代戎马，一世清白，我岂能跟小鬼子作揖？太太，老太太，那咱行程怎么办呢？大不了不回洛阳了，我这把老骨头就葬在这儿。不敢这么说。大家伙都听着，士兵们打完了，伙计们要死守，男人们打完了，女人们跳井，我这把老骨头大不了一根白绸了断，都给师长长点脸。哎，宋长官，我是军人，我去。这人我哟，话刚落地儿就显灵了，大杨子，你回来了。你这不是好好的吗？老太太，我好着呢。好。大伙儿别怕啊，我给你们看个猎物，带进来。这是谁？放这儿。哎呦，谁呀？这是谁呀？鬼子军官。啊，鬼子，这是鬼子呀！哟，队长逮鬼死了吧？没死，挨了两拳。郎中，给他弄去。没想乱，命还在。背回来，弄死得了。干嘛还给弄醒了呀？大伙留点神啊！这家伙属野狼的，吃人不眨眼。
お前ら一体誰だ？我々は石窓さん、師団で。お前は、横領人だ。おい、なぜ俺を殴った？说啥？他说你为什么打他？王八蛋，你不知道吗？我压了小黑屋，哎，绑起来！别动，别动，动！我们太不老实，别动！喂，喂，喂！客栈四周，五步一哨，一小时一灌岗，有敌请鸣枪。是是。镇长是他杀的吧？毙了！先留着他，有了他，鬼子不敢贸然进城。副队长，你说呢？这法子在理。哎，很在理啊，那就听队长的吧。是是是是。那这样，大家都散了吧，啊，散了吧。明天还得赶路啊，早点歇歇，早点休息啊。老太太，要回屋了。看官的啊，走了，兄弟们，走了，走了。队长，头疼。我去见郎中。不用。睡一会儿就好。若浪，啥时候鬼子醒过来，告诉我一声，我要看看他长啥样，安的啥心。姐，队长怎么样了？他头疼。躺着呢，不能走路了。他说睡一会儿就好。那你在这儿干嘛？瞧他脸上脏，想帮他擦擦。你就在这儿待着吧，要是有什么情况，随时告诉我。哎，俺来，没事，我来，我来。不，阿成，我来。你以后有什么事儿，你忙过来你就叫我。不行，还是俺来吧。不，哎，你有军务吧？你先忙吧。守着你，那哪行？我不用守着，睡一会儿就缓过来了。
宋文叔，看书呢。你怎么看呢？什么怎么看呢？日本军官啊。杨队长不是说了吗？杨牧这回可闯了大祸了。闯祸？X， 長官、起きた長官、大変なことになったようだ。長官、もっとゆっくり。村田、好不好？您是让我去看看冲田长官好还是不好？そうだよ。同志们，再加把劲儿啊！吴队长，跟上！队长，战士们都累坏了。哎，松河镇那边枪声一没有，我总觉得哪儿不大对劲儿。难道响马要回松河镇，跟家属队护送队交火了？七牛啊，他有没有去马铺更近的路啊？这是最近一条路了。哎，要不然那就得爬山坡了，那可难走啊。那咱就爬山坡。你可难走啊，顾不了那么多了，来给我来，队长让同志们跟上，后面的跟上，跟上，快点。干嘛的呀？老总，俺赶了一天路，滴水没进，行好给点吃的。谢谢老总，谢老总。哎，老总，俺来的路上听到城外响枪，那鬼子又来了。来了，早被我们盖掉了。哦，那感情好啊，解气解气。还是咱国军厉害。哎，老总，鬼子的枪不如咱枪厉害啊。这就是鬼子的枪。其实鬼子也没什么可怕的，抓了一个刀棺子。俺们娘哎，那这里吊到城门上狠狠的打呀。嗨，吊啥？那关起来多不解气呀、啊！哎，老总，那鬼子的官得不小吧？年龄跟我差不多。啊、哎，你是哪的呀、啊？啊，老总，俺是马坡的啊。马坡的、哎，谢谢老总，俺赶路了，谢老总。马坡，那瘸子怎么看这么眼熟？哎，你好像来过。他来过？你忘了？当时冒充苏有队那个鬼，就是营长，跟他长得差不多。站住！再不站，老子开火了！快快快！这小子，肯定是奸细，你等着，我去报信。好。城外敌情复杂，交通员迟迟未现身。一定是出事儿了，我必须尽快回去。冲田长官被他们抓住了。哪里躲？师哥，还给干？你干！四妹，你干！宋军怎么样？他不问政治，没有态度，一句话没觉悟。哎，你有什么主意啊？怎么着？咱得把日本官放了、那小黑屋前后都是哨兵，怎么放啊？想辙呀！
报告队长！队长，刚才有个人在城门打探鬼子的消息，是个奸细，被我们发现了。人呢？人好了，没抓住。知道，多加小心，枪不离手，子弹上膛。是。